佛诞节邀约民众浴佛，亚庇慈济志工向店家讲解慈济的三节合一。有我们慈济53周年、佛诞日还有母亲节，因为也是三节合一嘛，也希望透过这样子的一个邀约，也让更多的会众更加的认识我们慈济了。拍一拍这个会众啊，一起来浴佛。邀约民众参与徒行浴佛，不只是感受宗教气氛，更重要是传达佛诞节意义。我们通常是来这些商区啊、商店啊，有的他们会懂得什么是浴佛，有的不懂，我们就稍微自我介绍，然后解释给他们听这浴佛的意义这样。实际的人做每一样的东西是他们都不会说去排斥一个人啊，不会说分种族啊，这个是我最崇拜他们的。其实当天也是母亲节，我们也是有个玉竹啦。慈济三节合一，志工奔走在社区宣导邀约，也借此弘扬佛道、孝道和善道。台新闻吴永慧、谢念祥，马来西亚报道。